小班，今天我们家发生了两件好事。第一件好事就是我们家平房终于来水了，水在我们这个平房真的是头等大事哈。嗯，我们这平房是有电，水的话因为地底下之前一直是冻着的，然后这个水化过来很慢，我爸就担心没有水啊，不然这焯野菜焯蘑菇你啥都要水，愁死人了。嘴一说来了哈，哎呦我老开心了，一进屋发水了。昨天我记得我关了呀。这是小刀，这是发水了，这要是大水这屋又是发水了。这小刀啊，小刀也是这也犯一次错啊。看看黄黄的水流。啥呢？我看，咱要是发一宿，咋整？这个女孩不当男孩使用。对，把这个缸弄完水，到时候焯菜不省事儿吗？就不用进屋挨个打水了。嗯。直接从这里快。这回来水了，真开心呐！哈，要是搁在搁家里往这边带，听说来水了，我把管子拿了，真来了，我和我妈都接了半天了，是吧？啊，我爸最开心的事就是来水了。啊，哎呀，啥地方去？嗯，那咋不放呢？你好，哎哎哎，办成好事了。没有水是我爸的一大心病。但没猛没上，估计还能，它可能刚化。地底下刚化哈。对，就是防潮的点，刚化还行。我说咱家要是一直有人住的话，这个动不了，不会动呗。动不了，动不了。嗯，昨天弄回来个小狗，测牙这家就怕它是狗咬着的，妈又整，结果小狗跑了，跑了这家刚。主要是小狗第一是成年狗哈，咱从小养的，然后再一个是它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主人又不在。我爸爸给大家看啊，我爸爸想用那个棍子插住那个小狗，那个小狗整出来。那你那棍子，你说小狗到一个陌生环境，你拿棍子插它，对它能把咱是不伤害它，它哪知道啊？它哪知道？你爸有时呲牙咧嘴那样吗？咱看都吓人。你想想它。啊，我就怕戳疼他，然后给那小狗一戳哈，其实他不疼，他怕，对，然后他一个劲儿叫，结果他没跑，昨天还挺好的。嗯，他虽然说是个三条腿的小狗狗，但是长得挺可爱的，像个小狐狸。我们早上就是把饭呐、水都给他拿来了，也饿了哈。小花来相府来了啊！本来我整个小狗，我想起名叫那个来福的，这是，哎呀，他嘚瑟，是不是害怕呀？刚换个地方，来福啊，不对，小花，你再把那点火腿肠喂它了。来，小花，来，哎呀，花，来，嗯，慢慢养吧。它只要没走，昨天晚上我们还在想，我说只要它回来，它就是咱家的。你到咱家相府了啊？哎，它是吃饱了。吃饱了，你呢？刚刚给他放了一块鸭子皮，然后他都吃了。哎呀，到咱家享福了啊！我就要好吃的给你。嗯，花花，他的腿不是天生残疾，他是后天，就是说被人可能有的下夹子打老鼠的，不小心把他打到了，所以他瘸了一条腿。那个再怎么的，这也是个小生命，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吧。好好。